哇，翻翻嚟啦！時間好緊張，我哋真係要快啲公布啦，有結果啦。係啦，咁我哋首先公布嘅大獎咧，就係友誼大獎嘅得主咧，我哋就有十號 Chloe， 恭喜曬，恭喜 Chloe 握手。恭喜曬你啊！恭喜曬，佢係大姐姐，個個都中意佢噶。Thank you， 好好啊，多謝你 Chloe。好啦，下一個獎咧，我哋係最佳音樂感獎，我哋係有四號 Zoe， 恭喜曬 Zoe， 我哋握個手先，係啊，係啊，耶！我哋望一望，係啊，係啊，咁佢係幾有音樂感嘅喎，真係，係啊，恭喜曬你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多謝曬 Zoe，Congratulations。好啦，我哋究竟最佳嘅口才獎係邊個咧？就係。六号 Alexis， 六号 Alexis， 嗨，梗系啦，佢问佢爹哋喎，第一个女朋友系边个喎？咁犀利系咪先？好，恭喜晒，好啦，我哋最后要讲我哋嘅冠军得主啦，系冠军得主就系一个女仔嚟噶，二号 Amber， 恭喜晒你，恭喜 Amber， 好啦，咁啊多谢咧所有咧收听嘅听众朋友啦，仲有喺 Facebook Live 嘅观众朋友啦，咁啊我哋再恭喜晒咧所有得奖嘅小朋友，同埋其他就算冇得奖咧，我哋都好 proud of 你嘅，咁我哋咧下星期再见啦，恭喜你啊，恭喜晒，拜拜，拜拜。小新华之旅节目赞助本拿比丽晶广场新滋味饼店梦蝶纤体。